澳车北翔，开我的澳门车的宝马，现在到那个广州，第一次开来广州之前开过去深圳、顺德、佛山，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宝马，现在在广州啊，没有限行的，如果本地的车、内地的车呢，就需要限行、单数、双数等等。星期一、星期二，我们澳门车、港车、北上澳车、北上不用限行的，所以多么方便。政府广州，现在去广州开一开啊！你已偏航150米后，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即刻转右，走右边车道，即将向右前方行驶。向右前方行驶，往华夏路、花城大道方向行驶，然后即刻喺红绿灯转右。转右，你已偏航250米后转右，然后100米转右，200米后转右，走最右车道。即将转右，然后100米转右。转右，然后100米转右，走右边车道，即将转右，转右转入华就南横街。你意思？广州啊，转右的时候，那个红绿灯呢，就不能红灯的不能转右的，有个箭头，红也是箭头红色的，不像珠海中山那边，多数是圆的红色的圆形的红灯，所以可以转右的，当红灯亮时。但是在广州啊，大多数情况下，红灯亮时也不能转右，因为有个箭头，红色的箭头和一些没有一些辅路里边也不能转右的，有个红绿灯的，所以是有一点不同。主路就不允许转右的，而路况呢，比珠海中山有，乱一点。我觉得有很多共享的单车啊，等等等等呢，
很乱的，很多人呢，而且也比较近水一点。The sun comes up as the moon goes down, these hidden oceans creep around it, makes me think long ago. That was what it was like, a little land that courageous stone. Here is was my little name, but somewhere there I was found.去了那个金家广场啊，很大的，旁边也有那个天王广场啊，新的，应该是两三年前已经有了。两三年前疫情的时候，我也去过这里，坐那个动车，现在开自己的宝马澳门车来广州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。也很特别的，那这里环境很优美，这里珠江新城那边呢，很多很高的高楼，摩天大厦，我很喜欢那些很高的摩天大厦，很像那个艺术品一样的，很有现代化。广州、深圳那些，中国有这些很多高楼大厦，很自豪啊。晚上也很美丽的，因为有灯光。
这边有天河城，天河城啊，这边有好多东西，很多商店，美丽啊！大广州的大城市啊，北上广深啊，北到澳门啊，现金的多啊，很大城市的 feeling 啊，一线的城市。也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有一个骆驼，一个马，在这里，在这个晋江，广场出边，公路商店啊，很特别的东西很多，因为是一线的城市，他们呢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，你可以时不时看到，很有趣啊。Thank you.